我觉得他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很平凡、缺点很多，然后个性很讨人厌的那一种。可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一面镜子，就是反射之下，我应该是很讨人厌，因为他整体来讲是讨人厌的，但是我很喜欢，你也很讨人厌，所以他也很喜欢。印象就他很难搞啊，不好搞，很烦。很多问题，很爱拒绝。就罢了，就罢。就我们两个。就我们两个，就是这么暴力又直接。我觉得一切的开始就是那时候，我先跟他吵了一个架，还没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他很讨厌，然后我就把他封锁。然后封锁，后来我就突然想一想，好像明天说好要叫他起床，我就把他解开来，然后再问他说，那明天要叫你起床吗？然后就开始了我们后来这样5年的时间。开店前就觉得哇，我终于有店面了，我要住豪宅、开跑车、买珠宝、刷金卡。结果不是，结果开了店之后，穿的一天比一天脏，每天都很狼狈，每天都很崩溃。我到底在干嘛？我记得我们第一天开店，大概前三天，我们就差不多早上4、5点就要去，晚上11、12点，有时候凌晨1点，铁门才拉下来。我们在那边准备东西，准备到他可能站我旁边，我突然就乱讲话，就是胡言乱语，都控制不住自己，就是就讲了一串不知道在讲什么，然后自己在那边傻笑。我说不行，东西收收，要回家，一定要睡。就是一开始都是做到这样，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以前想说，我开店就是漂漂亮亮、帅帅，坐在外面指着员工，开着跑车，喝个咖啡，没有。想太多。就是最人生低潮的时候，他都愿意不离不弃。我觉得很少女生能做到这样，就是。所以他永远都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完美扮演好一个在后面 push 男人的一个角色，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往前冲的时候，就很需要后面有人给你鼓励打气，所以才能走到今天。也讲说欠他好像也不是，但是就是我觉得这辈子我都还不完对他的感谢，下辈子再见。Your heart in your hands, heart in your hands. You're giving all you can. Hear the sound, hear the sound of your plans breaking down in your hands. You're going this free hand. We can't fight this. It's our calling. We can't turn it away。 对于婚姻啊，我想用责任来诠释这段关系。你的过去我无法参与，但你的未来无论如何，我都想陪伴着你。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对你到老都不会动摇的爱。你将会是我未来每一天第一眼见到的美好。未来的日子，我会努力让你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包括你每一年最期待的每一个节日，我都会给你 VIP 式的尊荣待遇，气球、鲜花、美酒，直到老都不会少。但请别过度的放纵、暴饮暴食，这点我们必须互相叮咛。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我爱你，亲爱的老公。我相信人会相遇都是安排好的，就像我遇见了你一样。这几年看着你的改变，也看着你对这感情持之以恒，谢谢你永远给我最好的。而最好的不是荣华富贵，是给了我你的所有。最后我想和你说，我愿意和你面对未来所有的顺境与逆境，我不会当你背后的那个女人，因为我是跟着你一起努力往前冲的。即便这条路会很辛苦，但我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我有你，让我们一起为了梦想前进。
爱你。就是，谢谢爸妈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会陪着我一起长大。然后给予我勇敢，让我走到今天这一步。之后我会跟子豪一起面对未来很多问题，所以亲们不用担心。好，你要幸福哦，不要太辛苦了。你们现在两个好，结为夫妻啊，夫妻最重要的就是要互相尊重，互相信任。要幸福啊！好，要幸福、啊。嗯，谢谢。欢迎欢迎，爸。哎 ，Love you。嗯，好、okay。儿子，这个妈妈撑到了，撑过来了。哎，一定要对他好，听到了吗？妈妈撑过来了。你加油，妈加油。让我看到你的孩子。盖你，盖你，不哭了。好，我儿子，加油！妈妈爱你，记住，永远记住。Train flying past the depot, trying hard to forget all that we know. You say.